我看到，你像一只鱼这样跳进去。大家好，我是徐云灿。是，来吧。因为我们上次来这边这一台打，很多人就问我说这边地址在哪，所以我们就晚上又来。对啊，因为徐云灿一直找不到地址，对，我一直迷路。这边我们大概现在是12点出来家，对不对？对，没有错。我们已经很久没有这么晚出来。对，然后就是来玩呢。我们今天发生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。哇，好漂亮，对不对？对对，你吃鸡。10块钱的吹风机，10块钱的吹风机，抽这个。请继续看影片。压迫。有劲。你看，他是不是要说过了？我不知道啊，试试看哦。掰法好奇怪啊，这个很难。出货了，真的出货了。对啊，我就是可以出货的东西。为什么？不知道怎么拿出来。靠背。我拿不出来。真的出货，它是什么？不知道。哎，饮水机耶，好可爱哦。饮水机。它真的出货。好神奇哦！你那个可以帮我夹吗？哪一个？那甜甜圈。可以吗？可以捉到它的爪子，可以吗？甜甜圈。好抓到，好快，爪子很快，爪子真的很快，真的很快，这很可爱，这只捕有了，出货了，勾到洞洞，你这台真的很得你缘哎，没有，它就刚好，好可爱哦，甜甜圈刚好怨一个，怨一个，我今天有夹到。不是，因为它有三个，对，把它分支嘛，夹三盒。那现在就是夹这个包啦，剩下可以夹着这个包了。你把它打到刀前面，对，小心小心。喂，时间到。时间很短。过不去哎。我出货。我出货。我出货。如果是后面这个，但是。刚发生什么事情了？老公这盒一定就是他。没有，他刚才是真的是吐得到他。对，他后面其实该不就是给你吐？我刚才是故意吐他的。有迪士尼啦，出货。差一点呢。他没有捉下去。哎呦，好可惜，没有收到。领钞。加油啦！他其实在洞口。没有，因为这个刚好就洗出了。对。没有甩过去。对。好像很有，好像你可以甩。好甩哦、喔！什么意思？有爪具。啊？啊！准备挡住。你们先直上直下。哇，那贵不得已。啊！冰太热，你现在下面打出吗？直上直下，看我们全包，我们抓力。我们现在看它能不能抽起来。我现在有点可惜。没关系啊，它就这样嘛，就可以星星就好。有，有了，出货了，终于。靠背，人就是水，可是这个就有机会了。怎么会有机会？没有，哦，没有下爪。出！靠呀！刚刚好好笑，这真的是人生的抉择点啊！啊，你这干嘛？没按好，怎么办？不会啊，老公不要紧张啊，这就是。朴实无华的生活。啊，有了，屁股撞吗？可以吗？还是你打前面，一样打刚刚的甩。我觉得不要抓太厚，可以吗？哎，出货，好，太棒了。我先直上直下，看抽不抽。好。
看起来好像瞄准别箭，要出货了，很箭。啊，没有瞄准。嗯。可是他虽然放在重头，可是要瞄准。卡洞？不是啊，它卡在原来那个铁片呐。没关系，你再继续打。不容易。这个就是剩十项。哎，老婆有胸罩哎，看帮了你要干嘛？哎，如果讲出来剩十亿，不一样怎么办？给我 X 罩杯，好像是局也是错。哎，你去美国呀？好出。哎，不行哎。为什么？大概是慢慢的炸天面，好换去，好换去，刚刚我老婆加了好多鞋子回来，有可能哦，而且所以他袜子是放在我们桌子上面。哦，卡起来了。解决是这一双袜，可是个人出货吗？哦，你底下去了。应该。哇，这爪子是这样，要拆开的，把这个拔起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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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把爪子挂了。我看到，我看到，很像一只鱼这样跳进去。老婆看到鞋子会有抓的冲动。这还要抓？还没有。不用不用不用，看你啊，看你啊，你想抓就抓。我觉得你对藤条物其实很厉害哦。人参条状物田园菜。条状物比较好吃。包装会坏掉，真的哎！会不会等下你只夹出一只啊？好过分！太喜欢藏的东西了，是我自己太爱我老公。我老婆又在冷笑哎。老公就是我满满的自在感。又放在那上面了，麻烦。这样就出了，好，就是这样。喜欢我的频道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再分享。耶耶，拜拜。拜拜。这样夹不到吗？对呀，我怎么夹不到？你传到另外一边去。对啊。好累。我要让那个房子小粉红先出去。你放这了。算了，你先让紫色出。哎，出货了。